我看见梦想挥动翅膀在耕耘。108年全国大专院校运动会4月27号在嘉义中正大学热闹开幕，为期5天的赛事，除了有来自全国157所学校9928位选手参加以外，更有澳洲和纽西兰等南向学校特地前来共襄盛举，见证台湾最高层级的学生运动赛会。看到我们全国大专院校精锐进出近万名的优秀选手，要以无比的活力和朝气来展现强健的体魄，共同较劲争取桂冠，相信今年的大专运动会一定是精彩可期，绝无能场。这次全大运除了请来世界羽球球后戴资颖担任代言人以外，作为2019拿破里世大运赛前最后的国手选拔赛，短短几天的赛程更汇集全台最顶尖的运动员，包括亚运体操金牌李志凯和唐家宏，世大运田径夺牌好手杨俊翰及陈奎如，亚运跆拳道金牌女将苏博雅等世界级运动员都将现身赛场。接下来包括田径、游泳、桌球和羽球等15个项目将陆续登场，就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。我来体育新闻综合报道。